它里面经常用到的这种接发球战术。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要同伴之间很明确，就是这个球我要还是不要，无论什么样的情况，我这个球我都不要，那我就很果断了，或者什么样的情况我都拿。那碰到了，比如说对手他手上加力了，这个球速度飞过我了，那好，我再跟同伴商量说，这个球之后我就所有的都不拿了。这个还是需要这种就是两个人还是有沟通，对，必须要沟通，对，而且要不停的调整这种，就是两个人还得不停的调整。对对，你不能说我赛前准备着说这个球是我拿的，结果这个球人家打得特好，对，然后人家的质量或者人家加力了，你拿不到了，你还一直在拿，那一直丢分，那就不合适了。他这推半场也是有利有弊，他利用的是你前后两个人不默契，他利用的是这一点。如果你们俩默契了，这有的时候对你回过来的球质量反而因为他是半场嘛，对他自己反而未必能就是下一拍会准备的好。对，所以双打的时候就是双打的看点就是和单打的看点会不太一样，那双打更多的是一种磨合，有时候你觉得这球太快了，你怎么可能两个人准备的就是还能反应过来？其实这个都是一个就像一个套路，配合，就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配合线路了。这种就很快的，就是你一出手我就知道你这个球马上就要回到哪儿了。那单打就相对来说这种连贯性的东西会少一点，他必须要自己去完成，所以他必须要给自己预留时间。就像昨天王诗贤的很多球。他虽然看着他压底线压得很就是很凶，可是人家回过来会更快，那他自己就没有准备。7比7平。球出界，判断的不错。这次比赛呢，是从规则上规定了这个混合团体的出场顺序，一共有6种方案。第一种方案优先，如果有人要兼项的话呢，他就按顺序，按优先顺序去选择其他的比赛方式。这6种比赛顺序里面，这个裁判选择的这6种顺序里面，比较优先的都是把男单和男双放在前3场里面。今天这场比赛呢，这样的一个比赛顺序，应该说对韩国队就是他后面会比较有底，因为后边他女单、女双还是优势明显的。女单啊，对，女单、女双他们的优势相对来说会好一点。但是今天一说女单，你犹豫了一下，是因为对，然后反应过来是英格兰队，英格兰队更弱。对。你站在中国队的角度，觉得韩国女单强吗？是这么想的。本能的一个主导思想，所以这个有时候这个是得调整一下。一开场咱不是说了吗？现在你不能那么看韩国队，韩国是尤伯杯冠军，现在人家是。但是我觉得今天可能是因为韩国队他是第一场球，所以整个场上的这种气势完全没有打出他们就是本身的那种好像技术水平啊或者什么都是折扣挺大的，就是这样。而且打的会很沉闷，就是好像总不那么的，就是流畅，对，没显示出他的水平了，对，好像优势也体现不出来，反正赢着也是磕磕巴巴的。韩国队现在也是有一些老队员退役，像女队的老队员李孝珍和李静媛都退役，对，然后这个可能在混双，因为牵扯到混双的排兵布阵。否则的话，他们男双这一块可以让老队员上，可能会更好一点。可能第一场一般稳妥一点的话，教练还是会派上一些老队员、这样的话就是第一场开门红嘛，必须把这个气势给打出来。年轻队员打第一场确实是经验。